你看又来了，有没有？你看啊，你总是想要去做，但是我就是想往上嘛。你不要嘛，你的重心到了地心引力，就让你往后移了嘛。他推想推一下，你看他总想要去做，就是让他发生的，对嘛？这又来了。你做星星，你做星星走走走。不对，停一下，腰放掉，松掉，重量下去，从往后，身体稍微往前，好，对，手放掉哈，好，走，提胯，提胯走，不要用蹬，你再蹬膝盖。到膝盖，不要推。对，直往下落，不要推到膝盖啊！落，你没落到胯，停，胯松掉，胯没松掉。放松，腰松掉。你看这个腰，他现在这个腰是这样子的，你是腰松掉，你这个腰是往，你看，腰是这个样，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现在的腰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，听不懂？胯落，腰松，你看，臀也松了，是这个样子。把腰往后拉。不是臀把腰往后拉，是你腰一松，你的胸就往前拉，所以我的胸是往前的，而不是往下走。你看，腰一松，这样，看不懂？所以你走的时候它是这样，力量不会推到前面来，看不懂？再试试看，腰没松掉。还要松，这没松掉，放掉。松掉，这个松掉。吸气，出快。不要摸了。放掉。手不要撑着，手放掉。你看他现在的力量在这边，他得跑前面去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就是胯没落啊，所以我要再往后，不是往后，是放掉。
做一个胯一放，腰胯，腰胯一放，腰胯一放，放起来，啊，放掉，放掉，放掉。腰没错，嗯，对了。